110回，文将单骑退雄兵，姜维背水破大敌。却说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扬州都督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冠秋俭，字仲弓，河东闻喜人也，闻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，心中大怒。长子冠秋殿曰：“父亲官居方灭，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国家有内乱之危，安可晏然自守？”谏曰：“吾儿之言是也。”遂请刺史文钦商议。钦乃曹爽门下客，当日文简相请，即来拜谒。简邀入后堂礼毕，说话间简泪流不止。钦问其故，简曰：“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天地反复，安得不伤心乎？”钦曰：“都督镇守方面，若肯仗义讨贼，钦愿舍死相助。”钦中字文处，小字阿样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常欲杀司马师兄弟与曹爽报仇，今可另为先锋。简大喜，及时泪酒为誓。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皆入寿春城，立一坛于西，载白马，歃血为盟，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诏，令尽起淮南军马，仗义讨贼。众皆说服，简提6万兵屯于项城，文钦领兵2万在外为游兵，往来接应。简移袭诸郡，令各起兵相助。却说司马师左眼肉瘤不时痛痒，乃命医官割之，以药封闭，连日在府养病。忽闻淮南告急，乃请太尉王肃商议。肃曰：“昔关云长威震华夏，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，抚恤将士家属，因此关公军事瓦解。今淮南将士家属皆在中原，可及抚恤，更一兵断其归路，必有土崩之势矣。”是曰：“公言极善，但吾心隔木流，不能自往，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稳。”时中书侍郎钟会在侧，进言曰：“淮楚兵强，其锋甚锐，若遣人领兵去退，多事不利，倘有疏虞，则大事废矣。”使决然起曰：“非吾自往，不可破贼。”随留弟司马招守洛阳，总摄朝政，使乘软舆带病东行。令镇东将军诸葛诞总督豫州诸军，从安丰进取寿春，又令征东将军胡遵领青州诸军出乔宋之地，绝其归路。又遣荆州刺史监军王基领前部兵先取镇南之地。师领大军屯于襄阳，据文武于帐下商议。光禄勋正茂曰：“冠秋俭好谋而无断，文钦有勇而无智，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淮之卒锐气正盛，不可轻敌，只宜深沟高垒，以挫其锐，此亚父之长策也。”监军王基曰：“不可，淮南之反
非军民思乱也，皆因灌秋俭势力所逼，不得已而从之，若大军一临，必然瓦解。是曰：此言甚妙，遂进兵于引水之上，中军屯于引桥。季曰：南顿极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，若迟则灌秋俭必先至矣。是遂令王姬领前部兵来南顿城下寨。却说灌秋俭在项城闻知司马师自来，乃聚众商议。先锋葛雍曰：南顿之地依山傍水，极好屯兵，若魏兵先战，难以驱遣，可速取之。简然其言，起兵投南顿来。正行之间，前面流星马报说南顿已有人马下寨。简不信，自到军前视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营寨齐整。简回到军中，无计可施。忽哨马飞报，东吴孙俊提兵渡江，袭寿春来了。简大惊曰：寿春若失，吾归何处？是夜退兵于项城。司马师见灌秋俭军退，据多官商议，上书复古曰：今简兵退者，又无人袭寿春也，必回项城分兵据守。将军可令一军取岳家城，一军取项城，一军取寿春，则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兖州刺史邓艾足智多谋，若领兵进取岳家，更以重兵应之，破贼不难也。是从之。及前时持檄文叫邓艾起兖州之兵破岳家城，是随后引兵到彼会合。却说灌秋俭在项城不时差人去岳家城哨探，只恐有兵来，请文钦到营共议。钦曰：都督勿忧，我与桌子文样只消五千兵，敢保岳家城。简大喜，亲父子引五千兵投岳家来。千军报说岳家城西皆是卫兵，约有万余，遥望众军白毛黄月，皂盖诸幡，簇拥虎杖，内竖一面锦绣帅字旗，必是司马师也，安立营寨尚未完备。时文样悬鞭立于腹侧，闻之此语，乃告父曰：趁彼营寨未成，可分兵两路，左右击之，可全胜也。亲曰：何时可去？样曰：今夜黄昏，复引2500兵从城南杀来，而引2500兵从城北杀来，三更时分要在魏寨会合。亲从之，当晚分兵两路。且说文样年方18岁，身长8尺，全装冠甲，腰悬钢鞭，抄枪上马，遥望魏寨而进。是夜司马师兵到岳家，立下营寨，等邓艾未至。师为眼下心割肉瘤，创口疼痛，卧于帐中，领数百甲士环立护卫。三更时分，忽然寨内喊声大震，人马大乱。师急问之，人报曰：一军从寨北斩围直入，为首一将永不可挡。师大惊，心如火烈，眼珠从肉瘤窗口内蹦出，血流遍地，疼痛难挡，又恐有乱军心，只要背投而忍，背皆咬烂。
原来文样军马先到，一拥而进，在寨中左右冲突，所到之处人不敢挡，有相聚者枪戳鞭打，无不被杀。样指望复道以为外应，并不见来，数番杀到中军，皆被弓弩射回。样直杀到天明，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。样回顾从者曰：“父亲不在南面为应，却从北至，何也？”样纵马看时，只见一军形如猛风，为首一将乃邓艾也。跃马横刀，大呼曰：“反贼休走！”样大怒，挺枪迎之，战有50合，不分胜败。正斗间，魏兵大进，前后夹攻，样部下兵各自逃散，只闻样单人独马冲开魏兵，往南而走。背后数百员魏将抖擞精神，骤马追来，将至岳家桥边，看看赶上。样忽然勒马回，大喝一声，直冲入魏将阵中来。钢鞭起处，纷纷落马，个个倒退。样复缓缓而行。魏将聚在一处，惊讶曰：“此人尚敢退我等之众也，可并力追之。”于是魏将百员复来追赶，样勃然大怒：“数辈何不惜命也？”提鞭拨马，杀入魏将丛中，用鞭打死数人，复回马缓辔而行。魏将连追4-5番，皆被文样一人杀退。后人有诗曰：“长坂当年独具曹，此龙从此显英豪。岳家城内争锋处，又见文样胆气高。”原来文钦被山路崎岖迷入谷中，行了半夜，比及寻路而出。天色已晓，文样人马不知所向，只见魏兵大胜，钦不战而退。魏兵乘势追杀，钦引兵往寿春而走。却说魏殿中校尉尹大木乃曹爽心腹之人，尹爽被司马懿谋杀，故是司马师，常有杀师报爽之心，又素与文钦交厚，今见师眼流突出，不能动止，乃入帐告曰：“文钦本无反心，今被管秋俭逼迫，亦至如此。某去睡之，必然来降。”使从之，大木顶盔冠甲，乘马来赶文钦。看看赶上，乃高声大叫曰：“文刺史，见尹大木吗？”钦回头视之，大木出盔放于安桥之前，以鞭指曰：“文刺史何不忍耐数日也？”此是大木之师将亡，故来留钦。钦不解其意，厉声大骂，便欲开弓射之。大木大哭而回。钦收聚人马奔寿春时，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。欲复回项城时，胡存、王基、邓艾三路兵皆到。钦见示威，随投东吴，孙俊去了。却说管秋俭在项城内听知寿春已逝，文钦事败，城外三路兵到，俭随进撤城中之兵出战，正与邓艾相遇。俭令葛雍出马，
与爱交锋，不议和，被爱一刀斩之，引兵杀过阵来。管秋俭死战相拒，江淮兵大乱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夹攻，管秋俭敌不住，引十余骑投路而走。前至慎县城下，县令宋白开门接入，设席待之。俭大醉，被宋白令人杀了，将头献与卫兵。于是淮南平定。司马师卧床不起，唤诸葛诞入帐，赐以印绶，加为镇东大将军，总督扬州诸路军马，一面班师回许昌。师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见李丰、张吉、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，师心神恍惚，自料难保，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道。昭哭败于床下，师遗言曰：“吾今权重，虽欲谢剑，不可得也。如继我为之，大事切不可轻托他人，自取灭族之祸。”言讫，以印绶付之，泪流满面。昭急欲问时，使大叫一声，眼睛迸出而死。时正元二年二月也。于是司马昭发丧，深奏魏主曹髦，髦遣使持诏到许昌，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，以防东吴。昭心中犹豫未决，终会曰：“大将军心亡，人心未定，将军若留守于此，万一朝廷有变，悔之何及。”昭从之，即起兵还屯洛水之南。毛闻之大惊，太尉王肃奏曰：“昭既继其兄长大权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”毛遂命王肃持诏，封司马昭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昭入朝谢恩毕，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归于昭。却说西蜀细作绍知此事，报入成都，姜维奏后主曰：“司马氏新亡，司马昭初握重权，必不敢擅离洛阳，臣请承监伐魏，以赴中原。”后主从之，遂命姜维兴师伐魏。维到汉中，整顿人马，正系大将军张翼曰：“蜀地浅狭，钱粮鲜薄，不宜远征，不如聚贤守分，恤君爱民，此乃保国之计也。”维曰：“不然，昔丞相未出茅庐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且六出祁山，以图中原，不幸半途而丧，以致功业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一命，当尽忠报国，以济其志，虽死而无恨也。今为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时法之，更待何时？”夏侯霸曰：“将军之言是也，可将轻骑先出褒罕，若得逃袭南安，则诸郡可定。”张翼曰：“相者不克而还，皆因君出甚迟也。兵法云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今若火速进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胜矣。”于是姜维引兵五万往褒罕进发，
兵至洮水，守边军士报之雍州刺史王经、征西将军陈泰。王经先骑马步兵70,000来迎，姜维吩咐张翼如此如此，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，二人领计去了。维乃自引大军被洮水列阵，王经引数员牙将出而问曰：“魏与吴蜀已成鼎足之势，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”韦曰：“司马师无故废主，邻邦礼仪问罪，何况仇敌之国乎？竟回顾张明、花勇、刘达、诸方四将曰：‘蜀兵背水为阵，败则皆没于水矣。’姜维、骁勇汝四将可战之，彼若退动便可追击。”四将分左右而出来战姜维，维略战数合，拨回马往本阵中便走。王经大驱士马一起赶来，维引兵望着洮水而走，将次进水，大呼将士曰：“是急矣，诸将何不努力？”众将一齐奋力杀回，魏兵大败。张翼、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后，分两路杀来，把魏兵困在垓心。为奋武扬威，杀入魏军之中，左冲右突，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大半。逼入洮水者无数，斩首万余，累尸数里。王经引败兵百计，奋力杀出，竟往狄道城而走，奔入城中，闭门保守。姜维大获全功，靠军已毕，便欲进兵攻打狄道城。张翼见曰：“将军功绩已成，威声大振，可以止矣。今若前进，倘不如意，正如画蛇添足也。”韦曰：“不然，想者兵败，项羽进取，纵横中原。今日洮水一战，魏人胆裂，吾料敌道垂手可得，汝勿自堕其志也。”张翼再三劝谏，韦不从，遂勒兵来取敌道城。却说雍州征西将军陈泰正欲起兵与王经报兵败之仇，忽兖州刺史邓艾引兵到，泰接着礼毕。艾曰：“今奉大将军之命，特来助将军破敌。”泰问计于邓艾。艾曰：“姜维洮水得胜，若招羌人之众，东征关陇，传习四郡，此吾兵之大患也。今彼不思如此，却图敌道城，其城环坚固，急切难攻，恐劳兵费力耳。吾今陈兵于项陵，然后进兵击之，蜀兵必败矣。”陈泰曰：“朕妙论也。”遂先拨20队兵，每队50人，尽带旌旗、鼓角、烽火之类，日伏夜行，去狄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，只待兵来，一起鸣鼓吹角为应，夜则举火放炮以惊之，调度已毕，转后蜀兵到来。于是陈泰、邓艾各引20,000兵相继而进。却说姜维围住狄道城，令兵8面攻击，连攻数日不下，心中郁闷，无计可施。是日黄昏时分，忽3-5次流星马报说有2路兵来，其上明书大字，
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，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。为大惊，遂请夏侯霸商议。霸曰：吾向常为将军言，邓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晓地理，今领兵到，颇为劲敌。为曰：敝军远来，我修容他驻脚，便可击之。乃留张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，为自引兵来迎邓艾。行不到五里，忽然东南一声炮响，鼓角震地，火光冲天。为纵马看时，只见周围皆是卫兵旗号。为大惊曰：众邓艾之计矣。遂传令叫夏侯霸、张翼各弃敌道而退。于是蜀兵皆退于汉中。为自断后，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。为退入剑阁之时，方知火谷20余处皆虚设也。为收兵退屯于中提。且说魏主因姜维有陶溪之功，将赵封为大将军，为受了职，上表谢恩毕，再议出师伐魏之策。正是成功不必天蛇足，讨贼犹思奋虎威。不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